春儿，春儿，我陪着你，就算我还剩一口气，你也休想动秦川一下。 小川，来。你以为你这伤口的伤是谁包扎的？ 川儿，如果我们开饼店的话，我来和面吧。那和面是技术活，你顶多是收收钱。谁先不沾腾臭的，我就画你说的那个油壶怎么样？那你还是写字吧。我总有一技之长吧，再不济，写部对联总可以了吧？写什么？你嘴上有油渣。滚蛋。